主要有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是悬浮系统技术，第二个方面驱动系统技术，还有一个就是悬浮架结构，这三个问题是磁浮列车最关键的一部分。像这条线的成功啊，是标志着中国的这个低速磁浮列车技术已经正式成熟，已经可以完全推广应用了。未来城市发展，这个地铁可能对大家的这个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，因为它这个用地少，没有噪音啊，并且是这个运输量大。我估计将来这个地铁的方式可能会用到二级城市，城市轨道交通也一样，会解决现在这个大量的城市拥堵问题。